有了吗？有了有了，哎，我是不是又开到美颜了？那个瘦下巴，我不要瘦，我要重开还是怎样？那就重要开，重开是吗？好，还是来这一集就是瘦下巴吧？来，这一集就让你看一下瘦下巴。来看一下瘦下巴。大家好。这可以吗？大家现在可以先转到湖南卫视，看那个《少年派》。少年派现在在播哟，而且快播完了。快播到今天整集的重头戏，最重要的部分，整季最重要的部分要来了。没错，今天是那个新歌首唱，新歌首唱，哎，演到哪里啊？大声一点，我听不到。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盲盒了，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肉菜。再小一点点。这个盲盒，陌生的队伍。没有在看吗？那个少年派。等一下，等我们那个首唱播完之后，我们好好聊，好不好？首唱的时候，我现在在等首唱，有点紧张。今天有工作，头发压坏了，所以我戴这个，这个很可爱啊。接下来干嘛？我都忘了。你们有没有在看《少年派》啊？打开电视，有湖南卫视，转开看。而且我今天是有瘦下巴，所以我不是长这样的。其实我的下巴稍微再刚硬一点，不是长这样的，现在太尖了。躲避球，哦，对对对，躲避球我的强项。我说我的强项，旁边很多人在笑，不知道什么意思。哦，这下巴我不能接受，来，口罩给我。不要戴口罩。开玩笑都不行哦，哇塞，哇，你换回正常模式吗？现在换不了。调不了。要不然我们这样压低。现在要进行的是那个，哦，听说好声音在唱我的歌，我们现在马上转台，看一下好声音谁在唱我的歌。大家有没有听新歌啊？有没有听新歌？已读不回，九是我，有没有？手机要调低一点，大家都说自把脸挡住。自把我的脸挡了对是吗？对。是说扣一点，这样对。子，这样子。但我这个下巴，我自己是，我这个下巴，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你就重开呀、啊？有吗？转到了吗？好，我们再转回湖南卫视。他说熊熊歪掉。熊熊歪掉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歪的。电视小一点，电视小一点。纯金打造。
哎呦，没关系，晚一点先看你自己的首播。那只能祝福他了，只能祝福他了。很多人唱我的歌，那个都那个运气，我觉得不，有时候不太好。但我一定祝福他，因为他唱我的歌，我很开心。嗯，毕竟唱我的歌的人就是很会唱歌的人，我们一定要替他加油。好，我把我下巴挡住了。有人说你今天唱的《白月光》的《朱砂痣》也很好听。白月光，哒啦啦啦啦啦，不是这一首，不是这一首。白月光与朱砂痣，嗯，对，提和提香唱。啊！哦，好大声！哦哦，今天还有那个，啊，对对对对对对，草莓少年派，不不，草莓星球，来的，来来来来，那个湖南卫视要他躲避球开始了，躲避球开始了，所以草莓现在是播完了还是？他是对播完了，刚播完，然后接这个是吗？不是，哦，这个好玩，你看哦，我很厉害哦，你看哦，你看哦，你们有没有在看啊？那个少年派啊？我一打全部，你看啊！你今天烟草逼真啊！拜托，我演烟从小演到大了，我演烟已经演了几十年了。哎，看一下，你看一下，真远，漂亮，这个一躲，哎呀，打到第一个，打到好。你看我躲在那里多神啊！他们一直跑来跑去。哎，我呢？真远，真远宝，真远宝，出界。哎，为什么没有我呀？你躲得太好了。哦，哦，他们二打一，他们二打一，二打一，哇，开始滑来滑去。哎，左手挑篮，这是左手挑篮。哎，天空，大家有看到吗？你在忙什么啦？这也被怪罪。挑篮，刚刚挑篮。哦，这个是勾球。好，看到死掉。又是你跟蛙。我跟蛙哥啊，当然一定要让前辈，对不对？不能让前辈，对啊，没面子嘛。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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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们说你刚刚看电视是在已读不回吗？现在啊，你们说了什么？你们再说一次，刚刚说了再说一次，我重看，我重看。昨天连这个连的不正，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看到一位阿姨，对不对？你说什么？
怎么了？我也是人家叔叔啊，怎么了吗？叔叔也怎么样吗？阿姨是怎么了？阿姨会怎样吗？不要吵架了。人家也叫我叔叔啊，怎么了？这个都垮掉。笑。我知道了。好，哎，等一下，我们还是要等歌，要等歌，因为今天首唱新歌首唱，所以我自己呢，我也要看，我怕，对，怕自己表现不好，看一下。你可以先跟大家聊聊你的创作理念。这么笼统的环节，他们很多人很想知道、啊，还有歌词是什么意思。歌词什么意思？就脑洞啊！你看不懂中文吗？什么别离五四三是什么意思？哦，五四三这个可以解释一下，你们不知道？不知道。哦，五四三不知道，待会解释一下。五四三你哦，五四三那可以解释一下。我明天又要拍一支 MV 了，所以你们就有 MV 可以看了。喜欢看 MV 吗？还有人问你毛很多是什么意思？好好，待会儿解释，待会儿解释。我有点卡。我还是火锅。有人在夸你编曲很棒。哎，我的歌要来，我歌要来，我歌要来了。来，音乐大一点。他们也会开大声电视，电视打开哦，要首播咯，要首唱。哇呼！哇呼！他们在给你放烟花，刚刚。啊，谢谢谢谢烟火。哎呦，哎，怎么会这样？变色哦。哎，干什么？哎呦！夸你吉他 solo 好听啊！帅，这样。我刚转那一圈，差点打到人家的头。有一次。你之前有带吉他来打？对，雪梨扫一圈。哎，看一下，五棍来了，五棍，五棍哦，哇，很会变。认真吃
等一下，快演完了，快演完了，我看一下后面什么。对，认真吃，认真吃，超认真的。哦，其实后来我们拍到这里已经收工了，然后我们还继续吃，吃了一会儿。每个人吃到都会躺镜头。老师在干嘛啦？太烫，太烫。好嘞，好嘞，关电视。好，我们直播现在开始。怎么样？要干嘛？大家说，你看电视上的自己感觉如何？有点紧张啊，毕竟首唱嘛，就是对啊，也不知道剪辑怎么样。我刚心里在想，一直在想说。不要剪辑，就是不要把我想播的画面剪掉就好了。嗯，事实上没有，因为我们录的长度就是这个长度，就是短板一半。谢谢导演，谢谢节目，谢谢湖南卫视，谢谢微博，谢谢你们，谢谢我的父母。有想一次，也不过就发个单曲，有这多花钱。嗯，好。怎么样？看吧。好听吗？好多人夸你帅，还问你。我这样还帅吗？你再看，你再看一次，这样可以吗？这样还有帅吗？这样好像一个人哦，像是。刚有说你戴头巾也像钟楚曦，这样也是不是也像钟楚曦？有。有人说你像螳螂。螳螂？但我还没打螳螂拳嘞，你会吓死。叫你不要乱玩脸。好了，好多人问毛很多，你快给大家解释一下。哎，毛很多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毛，那个毛你不能因为你，对不对，你觉得毛应该这样梳，你就不能规范我的毛就一定得照你的那个方向梳，是吧？每一个人的毛都有他的毛流，对，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则，都有自己的规矩的意思。怎么样，解释的不错吧？烂透了。什么？就是龟毛的毛啊。不是，你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哦，是啊。毛很多的意思就是真的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毛，我想怎么梳那是我的自由，其实就是跟龟毛是一样的意思，但是你不能用龟毛去解释这个这个意思。哦，okay，没有毛不准。他别的地方有毛呀。他有脚毛，他有手毛啊，奇怪。你没有什么问题呀，而且他也有眉毛啊。你觉得哪一样的眉毛好看，他不一定觉得好看啊，这就是他的毛嘛。你们真的是啊，很奇怪。好了，下一题。543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它是闽南语，闽南语要怎么讲，就是五四三。没在跟你说五四三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跟你讲那么多的意思，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给你倒数的意思啦，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懒得理你了，不想解释那么多了，就是不跟你讲五四三，就是这个意思。五四三，嗯，一二三，五四三，嗯，五四三，五四三，
有人问说勿扰模式为什么要乱清？那个清就是比如说那个在淘宝呀买东西的时候啊，为什么那个老板就会清啊，清清你好吗，在吗，就是那个清的意思是不是那个动词的 kiss， 就是不熟在清什么清，对，就清来清去。对，我觉得他们笑疯了。啊，哪一点？公众解释的很好。对 ，get 到了。对啊，不懂的地方问我。对，亲，别人亲你好吗？所以如果有人发简讯给你，然后说亲你好吗，你会不高兴对吧？想说谁？我会先看头像。所以头像很重要，知道吗？头像很重要，不要一直乱什么乱用什么娃娃什么还是什么，看不到脸啊。这是实名制，这是实名制的重要。你如果越回归就是原本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尽量的跟你互动。像你讲创作初衷嘛，你不是在隔离的时候写的吗？对啊，对啊，所以说讲讲为什么会写出来，因为听起来很愉悦。哦，对对对，这个、歌其实当初是刻意创作出来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喜欢听这一类型的音乐嘛，就是舒服的，然后律动感强的，阿姨笑什么？这边人说，亲，这边尽快安排给你发货。很有经验是不是？对。怎样了？创作理念。哦，创作理念就我，然后我就因为我自己听那样子的歌，我会很开心，我就希望你们也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作品，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的作品。那当初就是先有一个节奏，从这样开始，然后就开始刷吉他，因为我这两年就是我只爱吉他，然后我就弹吉他，就写了这个歌，然后就也把它编完嘛，编完之后我自己写了一版词那个版词就叫做已读不回就是我，然后后来可能因为我写的太好，然后我就请那个写词人帮我修的稍微差一点点就上架了。那有人问歌词有多少是你写的，就和你原版。其实我觉得基本上一模一样，不是说一模一样，就是所有词就是怎么讲呢，七八成真的七八，我没有骂脏话，就是八成左右。七八成吧，我就算八成，八成基本上都是我的原词，但是因为基本上这张专辑的所有理念都是从毛胚的时候，就是音乐 demo 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很鲜明的概念了。当然未来那个词啊不一定是我写的，但是想法跟理念都来自于我。好吗？原版放出来看看啊。喂，这是在挑战我的极限是吗？好像我没有原版一样。我没有。下次啦，我想要找一个好的机会，然后把我的 demo， 把我的一些很私密的这种作品都分享给你们。其实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也没有很久，就几年前有给你们听过一些我的 demo。其实很多是比原曲还要好听的。但是呢，这张专辑我就是为什么我要自己编，原因就是因为我常常觉得
demo 真的比出版之后要更不能说好，就是说它会更接近接近原我想要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就想，而且因为这一两年刚好就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嘛，然后今年我又长时间都在不在自己的家里，所以我就有时间做这件事情。嗯，有人问你为什么起这个歌名，是不是很喜欢玩数字谐音梗？没有啦，就是觉得好像这样子就跟你们比较近一点。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以后就不没有就不这样弄了。有啊，嗯，赶快答有。就，对啊，我觉得这张专辑你们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我自己，我现在给我自己的这张专辑是我这个人生的巅峰了。目前我觉得是我自己最喜欢，就是以专辑来讲我最喜欢，那可能不是你们最喜欢的，因为你们可能觉得我的专辑就应该长得像之前专辑一样，王菲啊、海芋恋啊、什么的，对，当然那些作品也很好，对，只是我还是有自己的理想嘛，有自己的想法。嗯，那你跟大家说一下，你都是这张专辑都是自己原创创作？原则上应哎，这个要讲吗？这不是应该是一种秘密的宣传模式吗？目前都是、哦、目前你泼油漆那一段差点滑倒，我泼油漆，哇，这个话要讲清楚，好像我去外面干嘛。对啊， MV 里面讲泼油漆差点摔死，就差一点，还好我的平常有在运动，如果一般人如果是在当下的话，他应该就是你反应很快棒，对，我那时候就这样。有人说喜欢这首歌里面的贝斯。哦，谢谢。还是喜欢什么，你说说呀，我看你们听到了什么。其实很奇怪，每次在下 credit 的时候就下那个几个大家知道的东西，就奇怪，我觉得吧。嗯，其实很多东西，整个编曲就那么多东西，其实有啦，对不对？是你自己没看专辑里面的戏。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吉他有贝斯有，然后比如说那种更细微的，比如像 synths 啊，或者那种，你要写是可以。你自己的专辑纸本版，你爱怎么写怎么写。好，我下次就写1000字的那个作文在上面，然后跟作曲无关的。solo 吉他很好听，吉他 solo 很好听。谢谢，谢谢。那个吉他很难哦。如果喜欢弹吉他的朋友，可以 cover， 顺便帮我宣传一下。可以 cover 传到你的社群，我就可以，然后记得 at 我，或者是打电话到我们公司，跟同事说一下。去公司干嘛啦？公司很忙，你不要乱叫他打电话好不好？我就会去转发，好吗？有人说1000009也是谐音梗，是不是下一首也会有谐音梗？下一首如果再有谐音梗的话，退费。买了什么？买了什么？问你这首歌有编舞吗？这首歌你是说刚才那个舞蹈吗？刚才那个哦，其实有，最早是有，而且我已经想好了，我拍你哦。然后说，但是你要弹吉他，你编。我连舞都已经编好了，其实那个舞叫做关节舞，没听过吧？
不是机器我，是一种肢体的，不是肢体，它是一种那叫什么叫？他们问你是不是在撕纸巾？哎，为什么知道？看到了？听得到？对。有人想问一下，你吉他身上画是你自己创作的？对啊，他是昨天才认识我是吧？新粉儿不行，新粉可以可以欢迎。对，是我自己画的，我在某一天自己画出来的，画完之后呢，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任何东西上面啊。目前吉他，然后你没有发现 MV 里面吉他有另外一个颜色，我都没有看到人家讲。有。有吗？ 有吗？有另外一个颜色哦，很好看哦。要你办线上演唱会。我看到有朋友来接机的时候带了一个这个那个爱心护腕，我看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是他们自制的。我这可是李宁 crossover， 哈哈哈哈哈哈！而且李宁特别帮你做。对，定制款哎。啊，就别人买不到。买不到。那他们只能自己做。人想看你跳舞，想看我跳舞，那不容易，不容易。我其实真的，我这首歌本来要跳的，就在那个solo完之后，有一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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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里，已经设计好了。对，你演唱会让你跳？不要不要，没有跳就不要跳。哦，有跳了才跳。有人来汇报《好声音》的结果了，说有个男生唱你的歌被李克勤收，哦，收购了，对，收购，可以可以，恭喜，是男生，是个男生唱，他表示很会唱，嗯，表示很会唱，嗯，不好唱，但是《纯净打造》在我的歌里面算好唱的歌，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版本，可能也有改编吧，我晚一点去看。有人问你最近有玩滑板吗？我初中的时候玩，我初中的时候是可以跳板的。我初中是这样跳起来的，我跟你讲。去哪里？看得到吗？你们知不知道跳板啊？我是可以这样跳起来的。哎、欸，我不是开玩笑，我现在分析怎么跳起来，你们就知道我是真的可以跳起来。来。这是滑板 ，OK， 滑板的上层，滑板的上层是一个沙子，就好像沙子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粗沙，灰灰黑黑的，然后底部就是你想要什么图案，你可以去自制。它是怎么跳起来呢？后面不是翘起来吗？这边也翘起来，前后都翘起来。先踩后面，然后前脚要靠你的鞋子去磨蹭这个沙子，让后面飞起来。所以动作就是这样，两只脚踩花踩花踩花，掌声。你们知道这个技巧，你们就可以去练滑板，现在是要小心，滑板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哦，他们我初中就会跳板了。他们让你教他们的这样子来滑板踩，有没有？然后前头就翘起来，对不对？后脚踩，前头翘起来的一瞬间，然后你的前脚要……他们说让你现场教啊！你没有板给我呀？踩之后，前脚要靠那个沙子跟你的鞋子的摩擦，对。但你要再做高难度动作，翘起来。摩擦之后踢板的旋转下踩。That's right。 他们叫你下次拍教学视频。可以，我其实那天拍 MV 的时候我有示范跳板啊。你跳起来都没有拍啊，你只是不是有
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后面那个是不是不是有一个女的还是谁在侧拍花絮是吧？那你说让大家期待一下花絮。好，还有什么事情要问的？你对他讲热了，刚跳板跳热，冷气没有开是吗？为什么要关？干嘛关？这边没有开啊。我来看。有人问你新专辑还有什么其他的曲风？新专辑还有什么其他的曲风？你们想要听什么曲风？你们想要王菲对不对？没有，完全没有。还有人问你，王菲已经够了。王菲有人问你，砍掉造反是你自创的词吗？我超烦。是你自创的词吗？不是啊，砍掉超凡啊。砍掉超凡是你自创的词吗？这不是，这是写诗人写词。嗯，写诗人自创的。对。还有什么想问我？这个发胶，你看。明天要拍那个 MV 很特别哦。明天呢要拍的 MV， 我觉得你们会比今天要更 shock。8000倍，如果少于8000倍的话，就让它少于8000倍吧，就只能这样。昨天晚上去打篮球，昨天晚上打了篮球。你跟大家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带跳板吗？不是，问你为什么带发带？因为我今天工作哟，我头发那个，你们就是想要我拿下来，对不对？我先看一下现在额头多高。刚才有人说，我看一下额头多高。额头太高才带发带。还好吧，因为今天拍东西啊，拍杂志，要说是什么杂志？要讲吗？不用，不用，哦，不讲，没有谈好是不是？开玩笑的。有人问你傅面面什么时候开到别的城市？开了。开了吗？杭州啊。快了，快了，快了。杭州。在准备中。上海跟杭州很快就有。嗯。来，你们看一下后面这张桌子。看一下后面这张桌子，这个呢为什么要特别展示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是我的小吃部，为了直播我已经把小吃都已经撤开了，让它好像不是小吃部一样，事实上这里就是我的小吃部，里面有各种的零食干货，饼干豆干，甜的咸的辣的酸的苦的都有。然后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人说什么淘宝什么都是淘宝买来的吗？亲亲什么亲什么为何吃那么多零食都不胖？因为我运动啊，我运动，他们听不懂。我爱运动，你们爱吗？你们爱运动吗？我常常在运动场遇到很多人，他们都跟我拍照啊，你们有看到那些照片吗？那个照片都流去哪里？我去网球场，去篮球场，嗯，哎，好像真的没看到。为什么？因为可能他们都没有。都怕我生气。没有，应该是留着纪念嘛。
怎么可能？怎么这么优秀？想不想你的小孩？谁说？网友啊。想啊。那怎么办？怎么办？你说。你觉得我该怎么办？临时想推荐一下。临时好，来，我来推荐一个临时。你推歌你不推啊？推歌让你推歌。已读不回就是我，已读不回就是我。新歌，请大家多多关注。今天才刚上，你现在听还来得及，明天听就有点落伍了。明天听有点落伍了，后天听你就被朋友笑了。来，这个是什么？这上面有我的照片，看到了吧？这个是我的照片。这可不是我代言的哦，这可是我研发的。亲不卖，这里暂时还没。亲在吗？暂时还没。再打在，亲再打在。再打在。亲，淘宝能买到吗？上链接，上链接，321，这个好吃。误会你在打广告、啊、哦，好，来，如果误会我打广告，我这样子，这样有差吗？我跟你讲，你要买还买不到嘞。对，还没。这是我自己带来的，我自己怕我自己太想吃，我就带来好多。好，来一款那个什么软糖界的天花板，是不是？来，软滑界的天花板。他们有人说你这款常缺货，卖的太好了。等我一下，软糖界的天花板。酸的那个。怎样？我以为要下去拿。你们自己开启的话题。他们说，他们说吃薯片不舔手指没有灵魂。哎，疫情期间呢、欸，对不对？真的。我以前舔手指舔到我整只手都进去了，整只手都进去了，好不好？小时候就舔手指了，还要进去那个塑胶袋，还要进去挖出来舔。现在不敢了。欢迎启峰，你现在介绍一下旺旺的。哎呀，旺旺一下。还有人问你喝不喝旺仔牛奶？旺仔牛奶。嗯。喝啊，为什么不喝？来一瓶。说来就来，旺仔牛奶。吃起来。我这里小卖部可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打广告、啊，真的，这是我的生活。对，生活。It's my life。刚喝掉一颗新鲜椰子。天，这颗是我的吗？他的呢？丢了。有人问你吃晚饭了吗？晚饭有没有吃正餐？我吃了。晚餐吃的是披萨跟意大利面。意大利面。来，软糖界的天花板，你现在淘宝打软糖界的天花板，就会有人亲你了。是软糖界的天花板还是酸糖界？软糖界的天花板。我跟你讲，虽然我不知道啊，他的这个好了，不要建议他吃糖了。但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你们自己斟酌哈，自己斟酌。酸糖界，酸糖界，你看，酸糖界的天花板。
酸疼。有人问你红的酸还是绿的酸？我跟你讲，它里面基本上每一个吃起来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嗯，然后它的酸度是我觉得刚刚好，然后它的 Q 度可以持久，然后它不会就是酸一下然后后面变很甜很腻，这样没有，它的酸是酸到骨子里，然后酸到你，我现在想我就想酸了。好，差不多就好，我怕路过人以为在直播带货。好，被骂了，听到了吧？被骂了。好，不要再聊。来下一题。大家还真的就认真的问起吃，这好像在播报。来，要问吃的就问我，问吃的，你有两件事可以问我，一个是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安琪拉你可以问我。难道不是一人吗？有安琪拉的问题就问我。 OK， 安琪拉不是百里吗？百里啊，我跟你讲，我百里有一个绝招，我百里有一个神技能，神设定，神仙设定啊，我偷偷告诉你们，百里守约的神仙设定，这并不偷偷，现在一百多万人。听啊，你们听清楚，百里守约的神仙设定，就是他的二技能，不是那个狙吗？二技能是那个狙，杀伤力极。